怎么了？去哪里啊？我们走了。Hey, waiting。我们坐哪 ？Grab。对吧？你又要去洗手了？你又觉得吧？悄咪咪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把饼干泡下去了。他一边吃一边玩啊。对啊，所以是库塔的。别去我。哎呦，你小心我了吧？太搞笑了！你自己房间的泳池不玩啊，来这里玩小水池啊。而且有了孩子之后，我终于明白那些人开那些小小的游乐设施是为什么了。小朋友真的特别喜欢。你猜猜要多少钱？不知道。竟然要100块！这么贵？14多美刀。哦。哦，我真的觉得打车是最贵的行程。是啊，这里打车好贵哦。好像包车比较划算。好、哦。对吧？轻轻的哈。嗯哼。还要一边吃一边玩吗？你的手手会弄脏人家的水池的。你玩了先吧。哦，哦，库塔海洋人街。哦，哎，你的裤子要湿了。呀。打车真的好贵，好贵哟。还是，但应该是一样的，跟怪上面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嗯，有你要我跪下，不、坐下来是吧？你要我跪下，你要我跟你一起拍拍拍啊？你可小脸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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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一点点都湿了，是不是？妈妈帮你擦擦。Thank you. 昨天我见到也有啊，沙漠那里也有啊，沙漠也有，也有啊。你去哪里啊？乐宝穿的像小印尼印尼儿童吗？最近是他的衣服是在这里买的哦，很好看、啊、我觉得。刚才应该是想过来邀请我。哦，你又要是不是？说他渴了，因为吃了太多饼干了。你也渴了，你吃这么多，还吃啊？还吃啊？你以为你拿这个动物饼干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是是是是。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？是是是是。去哪里啊？还笑。笑。叔叔刚才帮你拖干净了。他又想去了，是吧？那我就是该抓着他。谁看呢？路，我们的司机终于到了。刚才我们第一架，他好像消失了一样，一直都不知道在哪里。走吧。你不想拿就放后面。你那里有水吗？没有奶。要奶拿哪一个奶吗？这
上车吧。上车。Thank you. All right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你跟他们说拜拜啊，每次都慢半拍。谁呢 ？Yeah. 到了吃日餐的地方。稍等一下，宝宝点菜。你妈不是说这里像黄金海岸？哦，他那些店跟澳洲的一模一样。做好。梦回澳洲了吧？做好。有没有 kids meal？ 好吃啊！那你拿着吧。你能自己挖吗？不能，要整个都跌倒。它的图片看上去会很精致、很特别、很高级啊。但实际上，它的味道跟澳洲普通的差不多。我以为是那种香港的那种，香港那种日料，香港日料真的是 YYDS。走了，我们现在拿着收据去寄存我们的行李。Thank you, dear. 你一边喝水，一边跟叔叔 say hello 啊！别掉下去哦。Hello， 又在积极教育。拜拜 ，say 拜拜，爸，连董的太婆啊，好久没来了，半年都没有逛过太婆了。那把的 Tommy，Tommy，Hello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又抱起来了？哦，你看很多。剔着牙看鱼，看鱼，很漂亮啊！那里，哎，这些的呀？哎，那些是三层的 villa 吗？哦 ，townhouse 算吧。还是房间了，哪家？哎呀，那种是哦，可以看到是阳台吧？日落吗？算是。